天蝎心机很重，就没办法。这么有国外教的？哎 ，Don't go 教 ，You know that？ 操你妈！哇哇哇！你这个妈干妈逼的，谁教你的？操你妈！好，我个蛋啊！谁输个？我个蛋是的。哎呦，我个蛋！操你妈！小伟，这个计划到底是谁教他的？我个蛋！懂啦！你是喜欢我个蛋啦？你下班给我抓到你哦！我拿我个蛋扇你的嘴巴！Bakute!哇，海王，是啦，赢了啦，你不要给我看到你啊，等一下。OK， 落地赶紧找枪，今天我们打的是单人四排。哇，我真的是谢谢你哦，落地 M24， 幸好这里没有人跟我抢，不然我真的是掉大粉了。你懂为什么我玩单人四排吗？就因为前几天哦，有一个西音啊讲林北混分宅，真的是啊你，我看你什么都不懂啊，我平常故意压抑自己真正的实力，就是为了低调，可是却遭了你们的羞辱。那么今天我就摊牌了啦，仔细听，对面那栋楼是有一个的，已锁定目标，已准备控杆了，对面是四个人，我们不会干啦，得利用我们的战。哇，下啦，怎么打了？原来是你呀、啊，海王！发现一个小乌龟，慢慢摸过去，剁他的卡层。哈，好学不学，学我玩单人四排呀、啊？你又没有那个实力，你在那边装什么 ？Hello， 咚的卡层，还在那边旋转跳跃闭着眼。原来你不是单人四排呀、啊，你是老北老布嘞，一个人出来拍照很危险的嘞。哦吼 ，S1 身法酷，原来你是个小学生呐、啊，的确。非常的身法，跟刚那个旋转跳跃比着眼。I love you, you love me, we have the happy family 呀、啊！巴拉巴拉巴巴巴巴。对面那个校尉，我观察他西北久了。恐高采风没有队友，快点去怼啊！打单人四排的话呢，就是要抓这种落单的小番薯啦。小乌龟躲在哪里呀、啊？快点出来啦！我已经闻到你格拉的味道了呢。哎，哼，躲在阳台那边，以为我不知道。哈，出来！哇，好凶哦，哥哥！干你捏在里面被你撞啊！来啦，来看你比较凶，来跑什么？你刚不是很凶的咩？啊，就看你不要死啊！我是木乃伊，你看到没有？木乃伊在这里，快点跑喽！给你走不走？看你就猜。左边扔一颗烟，制造假象，然后拿一个雷，蹲上，看到没有？那算了，这一把我要吃鸡了，斜抛！哇，我整个就是大神的感觉了哦！赶紧往后撤，那个死老六蹦躲在那里。这一把我们当然是不要吃鸡了。哎，终于出来了、哦、你！哎，不小心被你看到了，没错，你就一个要面具的，是一个木乃伊。Very sorry 啊，让你遭遇到这种不幸啊！这一把你只能吃鸡屁股了。哇，西坡干你不怕死啊？竟敢干拉一个木乃伊？那不要讲我欺负你啊，我放水，我玩喷子。哇，这个笑哎，你看到一个木乃伊还干拉干到这么凶啊？你在那里面保护？一盘，哇，草还不死，穿刀将命，回归大自然那里，挂空。